小琪，小琪，天，他在喊我，结果，结果，结果，他在哪？来了。宋瑞熙，小西，小西刚去哪里？你们看到了吗？那边，小琪在那个。这群人就没有给我指一个正道。我已经输了，在那儿，在那里面。对。慢点闪，不行！慢点闪，不行！小琪，看看小琪能不能反杀一个哥哥就行。正面刚一次吧。卡着他，先卡着走，卡着走。我们再离近一点，但别碰到就好。我要去，别跑了，我要去。音乐家，不是，哎，来人、我要定，我要定，我要去。我已经输了，在那儿。曹振宇，曹振宇看到了吗？有什么情况吗？有看到什么哥哥吗？有没有看到其他的？麻烦的哥哥，乔振。使用定位卡定位奇思君。不，你不是在看定位吗？我以为在监控室。帅，弟弟甘拜下风。牛气满满的哥哥，奇思君被乔振宇反杀出去。游戏结束。